我是土生土长的这个南屿村人啊，原先咱们吃水、交通、环境都很差。虽然离核心景区比较远，但是嘛，我们也要发展旅游，各种方面对基础设施，我都奔着发展旅游去做。特别是我们进村的路，你3米宽的路，你错车你就错不开，所以我都组织老百姓，组织了施工队，把这路基一下扩展到8米进村的路，路修好了，我们还要把我们村庄美化起来，环境大于一切，山不绿，水不清，城里人谁上我们的？然后我们都开始实行垃圾分类，我们铺设污水管道，生物降解，村庄环境越来越好。所以这么一来，为我们后来这个发展乡村旅游、做民宿、脱贫攻坚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南屿美丽乡村梦，农民，我们去营销，我们是不懂，也没什么经验啊，所以我们把能人请进来，为我们这些产业进行推广、运营、设计。因为我们老百姓，你像闲置了30-40年的老房子都很多呀，所以我们都利用这些闲置的房子，我们把它盘活的，打造民宿，吸引城里人来我们这住，哎，为我们增加收入，我们都是脱贫。19年呗，通过我们这高端民宿，又带动我们这普通民宿，我们现在全村已经发展12家普通民宿，15家高端民宿，我们营业额都达到了260余万元。全村给所有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出列，这么一来，对我们村庄的，特别在这个现在这个乡村振兴当中，真正以这个产业作为基础，实现村民的早日步入小康啊。